完全没有那些保安女或保那个水土保持的概念，完全没有。所以日本人原来经营那一套东西也都完全荡然无存。老师，他是日本人砍到这一块就对，他、啊、上面才是国民政府砍的。有些地方是国民政府砍的，这个是。那老师，你上你知道来这边有没有看到什么动物来这边？青蛙。青蛙。青蛙最多。还有阿里山这个地区呢，因为它的动植物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它也是全世界各地呢很多人来这边研究学术的那个研究的。那么我小时候呢，经常看到这样学术单位来做研究。那特别呢是这里的青蛙。那个这个池里面呢，都是到处都是青蛙，这两边哦，你呱呱呱的叫的很多。那我们小时候呢，还有那个蟾蜍。那我们小时候的游戏里面，就是把蟾蜍的蛋当项链在用。哇！蟾蜍是项链。